欢迎收看今天文茜的世界财经周报。美元还是独强这件事情，很多人并不服气，但服气也好，不服气也好，很多经济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在上个礼拜为大家已经报道过了，由于没有其他的货币可以替代，尤其是欧洲当地欧元区所形成的政治动荡跟经济的衰退，都使得当地的欧元不会成为大家认为应该持有的货币。世界上没有其他的货币，只剩下黄金，而黄金已经涨到了一盎司根本就已经2000多美元以上。在这个状况里头，它已经远远离开金融风暴之前，当时呢黄金一盎司只有600多块钱美元，所以黄金涨到这个地步，某一程度已经对美元做成了一定程度的替代，而且可能是最高的替代效应了。所以要不要回到金本位，这对全世界来讲是不太可能，因此美元一直形成一个独强的状况。可是为什么这个议题会在本周变成一个大议题呢？因为俄罗斯他在上一次 G7 会议的时候加速对俄罗斯的制裁，对俄乌战争的时刻，他们第一刚开始的时候是祭出核子武器型的金融制裁，叫做 SWIFT， 而这次祭出的是禁止使用美元，这使俄罗斯非常的愤怒。于是俄罗斯就制造了一个假网站的假消息，这个假网站小消息是用英文发布的啊，那事实上看这个网站的人也非常的少。然后这个假消息呢，就被香港的新浪网就把它引用了，引用了之后，不知道是因为香港新浪网引用，因为时间点是6月15号。台湾的媒体呢，就在那一天里头东抄西抄，各家媒体还综合外电报道，于是就写了一个假消息。这个假消息是什么呢？因为美元成为世界货币，总共经过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1944年，在二次世界大战要结束的前一年，美国希望成为世界的霸主，也希望能够重建国际的货币秩序。而在二次战争的时候，当时因为纳粹入侵的关系，各国为了防止他们的黄金被德国拿走，因此把他们相当多各国的黄金通通都运到美国的联准会的地下室。我曾经在那里拍了一张照片，地址叫 Liberty Street 33号。那后来1965年是法国的总统戴高乐第一个看出美元的危机。为什么？因为美国那个时候签的布列颠森林协议是以一盎司35美元作为承诺，说我还是金本位哦。可是呢，战后为了重建货币秩序，你们就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就好了，就不用回到金本位了。但是我还是用金本位，我有一定的黄金储备，而我印的美钞是以一盎司35美元。我们刚刚所看到这个一盎司35美元，现在已经变成2000快要300美元了。所以这美国完全撕毁了当时1944年对全世界的承诺。什么时候撕毁呢？是1971年，戴高乐最早看出了美国一定会撕毁。1965年，他就宣布法国希望可以回到金本位。1968年，他被学潮搞下台，很多人还认为他搞下台的原因跟 CIA 策动他不要使用美元有关系，这当然是阴谋论。到了1997年的时候，果然就被戴高乐完全预见了。可是戴高乐当时已经往生了。1971年 ，Nixon 片面撕毁，他没有跟原来的44个国家再开会，他直接说不好意思，我1944年对你的承诺不算数了。美国不再遵守布列登森林协议里头当时一盎司35美元的这个基本承诺，我片面撕毁了，没有这件事。但是美元为什么可以再度又还是世界货币呢？1973年，我们都历经了一个叫石油危机，当时是因为以色列发动了6日战争，然后于是阿拉伯这些国家呢就开始对好几个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就在那个过程当中，石油开始涨价，我们行称为叫做石油危机。美国看到了机会，聪明的基辛格在那个时候分别跟沙特阿拉伯也跟伊朗，当时还是巴勒维王朝，都是美国所控制的这两大政府呢积极的协商，然后最后就让整个石油危机结束，同意他们涨价，从1桶2块钱或3块钱涨到13块钱。在那个情况里头，有的涨到12块，涨到13块啊，就看它的石油的品质。然后条件是你油源要用美元来计价，从此美国又稳下来了。那因为有这个背景，俄罗斯所制造的假消息就是沙特阿拉伯当时签的协议是50年，现在到期了，根本没有这件事。
这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假的新闻。第一个，如果这个是事实的话，对美国来说，它会是之前大幅所有的主流新闻通通的报道，但是呢，美国媒体没有人报道，主要的媒体没有任何一家报道，不管是财经的，不管是纽约时报 Wall Street Journal 就是华尔街日报，通通都没有人报道，但是台湾几乎各大媒体通通都报道了。所以我们其实真的要注意啊，国际新闻里头现在假消息很多，而俄罗斯这个假新闻呢，他根本没有想到，他本来是要来扰乱美国的，结果没有想到扰乱的是台湾呢。那台湾呢就有一段时间里头非常多的节目跟很多的新闻通通都报道这个重要的内容，但事实上这是并不存在的，美元仍然是独强。那俄罗斯的做法是什么？他除了这个假消息之外，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真的希望你要对我禁止使用美元，我就希望去美元化。现在金砖呢不止五国，很多东南亚国家他们不想加入美中冲突另外一方，所以都积极的想要加入金砖五国里头的会议，这主要是东南亚国家，他希望这些国家合起来更多的是本币结算，去美元化。所以俄罗斯今年刚好轮到是由他担任金砖国家会议的轮值主席，已经正式把去美元化，各个金砖国家彼此之间都是本币结算来作为主要的列入议程。但是这跟我前面所讲的说沙特阿拉伯要结束跟美元之间的关系，不再用美元计价，可以用本币来计价，这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A new front in Russia's information war against the U.S. 不同于烽火连天的俄乌战场，俄罗斯制造的假新闻与政治宣传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Saudi Arabia has recently announced that it will no longer use the U.S. dollar for oil transactions. And as per some reports, U.S.-Saudi petrodollar deal ended this month after 50 years. 这是一则在六月中广泛流传于国际资本市场的讯息。由于石油美元体制是美元之所以成为国际结算货币，更是美元霸权的重要基石，但石油美元体制瓦解的重磅新闻却仅仅是市场耳语，完全不见于西方主流媒体。 Saudi Arabia has decided to terminate its 50-year-old petrodollar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只有好事的印度传媒有比较大篇幅的报道，在中国百度的搜寻只找到45条相关资讯，且许多是对石油美元协议终结抱持怀疑并进行了查证。台湾也有媒体转载，更有名嘴网红跟进唱衰美元，力捧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时代来临。但事实又是如何呢？包括台湾在内的许多媒体大多引用总部在英国的新阿拉伯人报这则报道，这是对一则来自金砖国家新闻网6月13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沙烏地阿拉伯与美国长达50年的石油美元协议到期不签约的消息查证。这篇报道说并没有证据表明有这纸协议。不同于金砖国家新闻网没头没尾的推文，同一天俄罗斯的观点报做了更完整的报道，指沙烏地阿拉伯和美国在1974年签署的石油美元协议已经到期，且不再续约。而在观点报这篇报道的前一天，美国财政部宣布一项扩大对俄罗斯实体禁止进入国际金融交易的新制裁，这导致莫斯科证交所在内的许多机构叫停了美元与欧元的结算交易。如此看来，俄罗斯绝对有发布假新闻来唱衰美元的动机。因为若能撼动美元石油体制，对美元霸权绝对是刨根挖底的效果。而这还得从布列顿森林体制说起。With World War II coming to an end, the Allied nations met at Bretton Woods, New Hampshire, to create a new financial system which would stabilize the world once the war ended. With America poised to enter a golden age of prosperity, the U.S. dollar was chosen as the world's reserve currency.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was create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t the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 in New Hampshire. And rather than using gold as the means of exchange between countries, as was the case under the old gold standard, the dollar was going to be used. And the dollar was chosen because back then it was as good as gold. Under this new system, countries agreed to fix their currencies to the U.S. dollar.And the U.S. dollar would be tied to gold at a price of $35 per ounce. This meant tha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could trade their currencies for U.S. dollars, which they could then exchange for gold. This created a system where all currencies were essentially backed by gold. To avoid the logistics of shipping physical gold across the world, 这打造了战后的国际贸易，但问题来了。1960年代，战后的日本与德国经济复苏，对外贸易赚取大量美元外汇。此时，美国产业外移，
国际收支年年出现逆差，大量黄金储备流失，让流通在外的美元价值已高于美国黄金储备的10倍，爆发信用保证不足的美元危机。I have directed Secretary Connally to suspend temporarily the convertibility of the dollar into gold or other reserve assets. 1971年，美国首次出现贸易逆差，时任总统尼克森宣布单方面退出布列顿森林协议，让美元与黄金脱钩，从金本位转成美元本位，史称尼克森震撼。之后，美元不断贬值，而当时石油就以美元定价交易，这让产油国利益受损。1973年10月，赎罪日战争打响，一怒不可遏的阿拉伯产油国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进行石油禁运，国际油价暴涨，近代史上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为解决禁运问题，尼克森当局选定最大产油国沙地阿拉伯下手，终于在1974年6月8号达成一项协议，美国提供经济援助与军事安全保障，换取沙地阿拉伯承诺提供原油。之后 ，OPEC 产油国都与美国签订类似的协议。只是这次俄罗斯媒体所称的石油美元协议里头并没有明文石油一定要以美元定价结算，但产油国的美元资产流回美国资本市场购买美股美债，这在当时稳定了美国财政，也重新巩固了美元的地位。主导签约的基辛吉是否有意识到要以此建立美元霸权不得而知，但石油美元体制成为1974年那份协议衍生的效应。 Obviously the role of the dollar in the world financial systemgives the United States enormous leverage, political leverage, because it can threaten countries that don't do what it wants. Появились новы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центры, повысилась роль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валют, изменился баланс сил и интересов.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эти глубокие перемены требуют адапта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финансов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переосмысления роли доллара, который, став мировой резервной валютой,превратился сегодня в инструмент давления страны-эмитента на весь остальной мир. 而在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后，就遭西方国家一连串的制裁。俄罗斯也意识到美元的不可靠，因此陆续抛售美债为主的外汇储备，置换成黄金等非美元资产，更与主要贸易伙伴签署货币互换，以本币进行双边贸易结算。这让俄罗斯在俄乌开战后遭受的新一轮制裁中，虽谈不上全身而退，但至少没有被击垮。之后，普丁加大去美元的国际游说，包括本周在越南的访问。去年2月双边贸易已有40%使用俄罗斯卢布和越南盾进行结算。普丁表示将扩大本币结算的规模，这规避美方的追查与常被管辖的制裁。There is a risk when we use financial sanctions that are linked to the role of dollar, the dollar, that over time it could undermine the hegemony of the dollar. So it is a very effective tool. Of course, it does create a desire on the part of China, of Russia, of Iran, to find an alternative. 美国财长耶伦对华府乐此不疲的经济制裁提出警告。莫斯科也知道，对美元霸权不满的人大有人在。只是，即便是人民币，一时半会儿都难以撼动美元地位。2009年，人民币开展贸易结算试点，也开启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至今已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与储备货币。但以2000年的数据来比较，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58%，支付占比为41%，人民币却只有2.7%与3%的份额。从全球金融体系来看，许多人对人民币终结美元霸权显然是过度的乐观。Весомый портфель из 80 крупных совместных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в самых различных областях. Мощный импульс расширению торговых потоков придало наше своевременное совместное решение обеспечить перевод двухсторонних расчетов в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валюты. Сегодня уже 90% всех платежей проводится в рублях и юанях.但几乎与美元绝缘的俄罗斯对满手的人民币有更高的期待。俄罗斯央行的数据显示，人民币在莫斯科的外汇交易占比已达53%。而作为今年10月金砖国家峰会的主席国，俄罗斯已将推动去美元化列为最重要的议程。作假新闻唱衰美元，似乎也理所当然。
美国众议院最近通过一个重要的立法，而这个立法呢，将来参议院通过，总统签署之后就会成为正式立法，就是禁售大疆的无人机。如果从美国一连串从华为开始，一直到现在到 TikTok， 到现在的半导体，到现在的大疆无人机，这可能不会令人意外，因为他的说法就是无人机可以搜集非常多的讯息。但是美国的警察大量的使用大疆的无人机，为什么？因为美国当地自己所制造的无人机品质并不好，所以他们也大量的，警方也大量使用大疆的无人机。在美国呢，一个市占率是说，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占了70%，在美国当地如果是警方的话是占了80%啊。那众议院通过了这个反制无人机呢，大疆在美国未来呢不太可能参议院会把它推翻。基本上他虽然说这个他有国安风险，当然没有具体的市政，不过说来说去呢都还是属于对于反中里头数据的疑虑各方面的可能性，说他可能都会变成一个间谍。那对大疆而言呢，似乎他也准备有其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做法。美国众议院同时也成立了跨党派工作小组，除了大疆之外，下一个阶段呢是降低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这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跟半导体、风力、涡轮机等有关的锂矿等等。美中科技战从晶片、TikTok、电动车、起重机，现在又延烧到无人机。6月14号周五，美国众议院以217-199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反制中国无人机法案，瞄准的正是大疆创新 DJI。Chasing suspects, looking for people to rescue after natural disasters, hovering overhead during this hours-long standoff in Mooresville. Sheriffs use drones all over North Carolina to catch bad guys or keep themselves and others safe. The majority use of the drone is actually for missing persons. We had a missing 5-year-old girl within 10 minutes of me getting there and putting up the drone. I found her and she was about a mile away from the house. Drones with thermal imaging technology search through miles of trees in rural counties far faster than any deputy could. We use DJI drones. You use DJI? Yes. DJI, the most common Chinese-made drone on the market. They're the leader in the industry right now. 至于议员们提案禁止的理由，The FBI and the U.S. Cybersecurity and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 warned that laws enacted in recent year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give it the ability to look at any data collected by Chinese firms. Drones used widely across the U.S. could become tools for spying, the agencies say. You could think of a police department in a major city using a drone where the feed might be accessibl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没有彩蛋。都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来自中国的大疆创新凭借着性价比跟技术实力，占据了全球无人机70%以上的市场份额。用几个数字说明它在美国的重要性。大疆无人机在美国执法机构的市占率为90%，在紧急救援领域更高达92%，在美国商用市场占有率也达到了58%。If I were a suspect or missing person, this is the kind of technology that law enforcement says they'd lose out on or couldn't afford by making the switch to American drones. What you're looking at is coming from a DJI drone 1,500 feet away. What's the biggest obstacle that stands in that way? Cost. The obstacle for everything in law enforcement is cost. We surveyed every sheriff in North Carolina. Only one office out of the 34 that responded used an American drone. Three said that after our questions, they planned to ask for money to move towards American drones. But several, like Edgecombe, said it'd be nearly impossible at this point to get the equivalent of what they need in a drone at an American price point. The main roadblock for us switching out from Chinese to American is absolutely going to be cost. Even no matter how much you want it. Right. So until the federal government gives them money to make the swap, grounding their eyes in the sky simply isn't an option. It's worth its weight in gold. 这已经不是美方第一次锁定中国制无人机。2017年，美国五角大厦就以资料安全隐患为由，禁止美军使用大疆的无人机产品，对其开始长达1年制裁。但由于无法找到替代产品，不到1年，美军又继续为部队购置中国的大疆无人机。
2020年9月，美国商务部又以违反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将包括大疆创新在内的77个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2023年4月，众议院提出了无人机法案。同一时间，佛州宣布禁用进口无人机，而该州执法机构有90%使用的都是大疆的无人机。Elise Stefanik, Republican Congresswoman of New York, introduced to effectively ban DJI drone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n, over 6,000 different agencies in the U.S. have signed a petition to try to stop this ban because they do use these drones for public safety and awareness. 这一点乌克兰军人也深有体会。华尔街日报曾引述乌克兰官员的话说，美国制造的无人机很脆弱，无法克服俄罗斯的干扰和 GPS 断电技术，有时甚至无法起飞完成任务回家。而乌军每个月烧毁约10,000架无人机，倘若他们必须购买昂贵的美国制无人机，根本无法负担。许多美国商用无人机的价格比中国制的每一架贵上数万美元。Both Russia and Ukraine realized that DJI's range of civilian drones could be adapted for military purposes.This is recent footage of a DJI Agras drone, which was designed for agricultural purposes and is able to lift 120 kilograms. Here it is practicing the evacuation of a wounded Russian soldier from a minefield. But there is another much smaller DJI model that has become the iconic weapon of this Ukrainian war, and that is the Mavic, a quadcopter that retails in the UK for less than £2,000. The Mavic is mostly used on the Ukraine battlefield for reconnaissance work.围绕着大疆产品用于战争的争议，并不是这家中国科技公司面临的唯一问题。过去几年，美国政府一直将大疆定义为国家安全威胁，却未能提供明确的证据支持这个观点。反制中国无人机法案是美国2025年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部分，目前虽在众议院通过，但仍需等待参议院通过，再将两者合并，由美国总统批准签署，才能成为法律。值得注意的是，该法并不会禁止在美国使用已售出的大疆无人机，而是会禁止大疆的产品未来在美国贩售。If this bill does pass the Senate and become law, there still may be a transition period for this DJI drone ban to take effect. And that transition to a full ban could take possibly up to 3 years before it fully takes effect. This might also give DJI some time to figure out what they want to do with their company to maybe kind of cut off one section and make a non-Chinese owned section of that company that can sell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不满在2008年金融海啸以后，几乎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包括北欧的福利国家都出现。然后对这个制度不满，到底不满什么事情？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民粹主义出现。所以我下了一个标题：我们走入了革命的年代，但却不知道要革谁的命。左派说要革右派的命，右派说要革左派的命。然后呢，有些国家变成我要革移民的命啊，有些国家就是说贫富差距等等啊，各种议题通通都满天飞。基本上有一首歌啊，这首歌很有名，叫 Do you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to？ 我们全世界现在并不知道我们该往哪里去，但是几乎大家都对现有的体制不满，然后把他们称之为叫做建制派。可是再上来呢，也令人不敢恭维，因为根本也没有真正的主张，所以我们特别提出来，就是说我们要走入了革命的年代，却不知道要革谁的命。而 Zakaria 这位 CNN 著名的主持人，也是 Washington Post 的专栏作家，出了一本书籍叫《革命年代》。他使用了17世纪的荷兰，当时的荷兰呢，就作为一个例子，就是他的整个大变革呢，是从政治、经济到社会到整个所有人口各方面都出现了大变革。对他来看，从2008年之后，其实到了2014，美国经济的总体
是开始复兴起来了，当然他们有看到的是贫穷线下的人口却同时在增加。另外呢，他提出了一个数字，他作为一个印度后裔的美国人，对于种族是比较敏感的。他说现在美国有 15% 的人口是在国外出生的，可是在1975年的时候只有 4%，也就是增加了接近4倍，这使很多原来的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白人高度的不安。事实上根据人口统计，美国的白人现在人口占全美国人口 60%， 对他们而言60呢，虽然我们觉得是多于 50%， 他们的感觉是说我已经快要变成低于 50%， 我快要变成不掌控这个国家。那他特别提到了，因此一些白人的激进的基督教徒就把自己呢，不是热衷于宗教，而是热衷于政治的参与，表现在反堕胎、反同志婚姻，还有反变性者的权利上头。那么几乎呢，其他的国家也不同，每个国家答案都不一样。印度就变成把宗教武器化、宗教政治化的情况通通都有，土耳其各个国家各自不同，反正最后的答案就是拥抱爱国，而爱什么国家，这国家还是属于我的，不是你的。那反正拥抱这样的一个爱国主义，这个爱国是属于印度教的，不是属于穆斯林教的，虽然穆斯林在印度占了20%的人口，用这种多数人所属的宗教、多数人所属的种族、多数人 所属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概念呢，永远是最安全的答案。但是这个安全的答案根本改变不了人们所以觉得需要革命的理由。人们所以需要革命是因为觉得分配太不公平了，人们所以觉得需要觉得革命的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既有的体制不能够确切的而且快速的反映解决很多民众的问题。在西方如此，在东方也如此。而他们说最没有右翼的是日本，因为他们有移民。其实这句话也错，因为日本一直都是右翼国家，所以他当然就没有所谓的反这个右翼的运动，因为他一直都是右翼在掌权呢。那 Zakaria 呢，他提了日本的例子，但是我基本上对这个事情是保留的。那我们来看一下 Zakaria 呢，他所写的《革命年代》里头，对于全世界你看到怎么这么乱，欧洲议会为什么会选出这个结果，为什么会有川普，为什么你再回来看亚洲好几个国家，印度为什么会变成如此，或者包括我们台湾，他都可以在这个里头得到答案。美国知名时事评论家扎卡利亚在他的新书《革命年代》中指出，过去30年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变动最剧烈的一段时期，无论在经济、社会或文化层面上，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And I tried to help people understand why we are going through what I call the greatest cultural reaction to change that I have seen in human history.扎卡利亚所谓的革命，指的是使社会发生根本性转变，并带来深刻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效应，影响甚至扩及全球。他回溯17世纪的荷兰，也就是他认为奠定现代经济与政治的滥觞，追昔抚今，试图理出头绪。I see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As being the key drivers of modern history. Tall ships, which begin globalization along with compasses and navigation, financial innovations, the first joint stock company, the first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richest company in the world at the time, the first stock exchange, and all of that makes Holland, makes the Netherlands, the rich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by, you know, 1670s or something like that.数据显示，过去30-40年来，所有人生活水平、收入都提高了，但经济状况远比过去好转，不代表大家在文化上也感到自在。很多时候，过大的改变将引发反弹，这时就是民粹主义者伺机崛起的大好时机。Xi Jinping in China is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sense that things have gotten too crazy, too chaotic. We need to, you know, go back. He has people singing Mao songs. Why? Because there is a yearning for some kind of return to a past. 扎卡利亚指出，这当中有两大风险：一是右翼对革命的反动，二是过度热切的左翼。他以美国的移民问题为例。One of our greatest strengths compared to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s that alone among rich countries, we are not in demographic doom. I mean demographically.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other hand, takes 1 million legal immigrants every year, which is more than the entire OECD put together. But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change in this country. In 1975, 4% of Americans were foreign born. Today, 15% of Americans are foreign born. In Sweden, that number is something goes something like from 2.5% to 22%. 扎卡利亚观察，美国想同化移民根本不是问题，尤其是移民的后代，美国化的速度惊人。问题在于，移民崇拜不同的神奇，操不同的语言，会让有些人感到不自在，担心自己的世界变了样。But I will point out to you that look at Northern Europe, which really has done an enormous amount in terms of redistribution, in terms of social safety nets, in terms of welfare states and worker retraining and looking after workers and not hollowing out the middle class. They still have right-wing populism. 瑞典的第二大政党是从1930年代的法西斯党派直接衍生而来。至于大选刚落幕的荷兰，极右派自由党甚至取得了最大党地位，因而加入荷兰的执政联盟。荷兰执政联盟立即表态，将退出欧盟难民和移民政策，同时对移民和外国学生设下诸多限制。Don't downplay the cultural reaction here, because that seems to be at the heart of it. 扎卡利亚表示，全球唯一没有右翼民粹党派的富有国家就是日本。Now Japan has every problem that every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has, except one. They don't take in immigrants. And so they have no reaction to immigrants because they basically don't take them in the first place. It'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the one rich country that has not moved very far in that area has the same LDP party that has been ruling now for 75 years. 扎卡利亚也提到，美国政治已打破旧有模式。以往美国经济越好，选民对在位总统的满意度也越高。但十多年前，在茶党蔚为一股足以左右政局的政治力量的同时，这惯例却显然被颠覆了。As the United States was coming out of the Great Recession, 2008, by 2014-15, it was absolutely clear the U.S. had come out of it better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Obama's approval ratings were absolutely flat, were not moving, and what it suggested was a kind of break from a pattern that had been around ever since polling existed. 政治不再是左派右派二元对立，而是开放相对于封闭。扎卡利亚认为，共和党内部充斥一种背叛的论述，认为美国之所以变成今日的模样，都是因为精英分子和国家领导人全是骗子。This is what produced the Newt Gingrich revolution. This is what produced the Tea Party, the sense that we were betrayed by our own, and we have to destroy the Republican Party. So the apotheosis of that is Donald Trump, of course, who's fundamentally not a Republican. I mean, the 2020 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 the Republican Party had no platform for the first time in its history. The platform was one paragraph that said, whatever Donald Trump says is the Republican Party platform. 至今仍有约三分之一，也就是8500万的美国选民，仍旧相信2020年的大选是被拜登偷走了。And so part of our challenge is not technological at all. It is that there is within this country this deep sense of disaffection and distrust. You know, gets back to your point about trust. That means they don't trust the institutions. I think it's their way.Of saying F you. It's their way of saying we simply are not going to play your game, we're not going to buy into your narrative, we're not going to be upset at the things you want us to be upset about. And that is the challenge. In a time where there were famous trains, this train had absolute icon status in America. Frank Sinatra rode this train, Lucille Ball, Walt Disney.This is the train you wanted to be seen on.
We're on Hudson River Rail excursions, which is a day trip up the Hudson River on a couple historic train cars. We get to run them on exactly where they ran back in the 1940s and on this route between New York and Albany. We give people a taste of what travel was like at its best when travel was as good as it ever was. You are standing right in this little spot here at the end of the hallway. 20th Century Limited was the world's most famous train. That is not a nickname that they gave themselves. The train started in 1902. They wanted to be the finest experience on rails. It was pretty much an instant hit.韩国首尔一整条街全部都是整形街，韩国的年轻人韩流跟以前的韩国人长得都不一样了，韩国的女的也跟以前长得都不一样了，年轻人大概到了十七八岁去整形已经成了他们的成年礼，韩国人把这个东西当成美容产业，甚至有一段时间 当成一个他很好的一个增加 GDP 而且可以对外赚钱观光的产业，却不知道同时正在掏空他的医疗整个体系。所以韩国呢，医生严重的不足，不只是因为 COVID， 更因为整个医美的关系，而 COVID 之后更多的医护人员出走，因此韩国的总统尹锡悦政府决定扩大医学院的招聘，这激怒了所有韩国的医生，还有包括很多的大学教授。抗争呢，已经从二月持续到现在四个月左右。目前为止，不止没有趋缓，还扩大。一些地位崇高的医学院的教授，有将近52%左右的医学院教授加入无限期的罢诊。他说：“我只看那些重症跟罕见疾病的患者，其他通通都罢诊。”那韩国政府有他的因应的措施，但这个事情对许多人来说，就是一个政府长期忽略这个现象会造成医生人员严重不足。因为人呐、在资本驱力之下，你很难叫一个人他担任重症科的医生，而他的薪水只有很简单的医美薪水，可能只有十分之一，可能只有五分之一。台湾的健保1994年通过，1995年开始实施。我们重症科一刚开始的时候的起伏就少到你难以想象，而大多数的医美的医生，他们的收入都比那些开心脏、换肝的那些医生的薪水来得高，非常的多。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头，台湾也早就出现了很多医生，他选择趋利的去走入医美这个行业。而后来台大很多届的毕业生里头，第一名、第二名选择的常常就是整形科。或者是眼科啊，那或者是皮肤科等等，那重症科呢就越来越没有成绩特别好的学生去担任。但成绩特别好未必是最好的医生了，这句话我要保留哈。但某一个大的趋势就是说，韩国所发生的事情呢，不是离台湾那么远，那不是一个远在首尔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医疗跟医护人员的不足，我们的整个重症科的给付常年的被忽略，而愿意给付的都是一些有政商勾结的，像喜盛等这一些类型的行业，它其实一定会造成很多医生在年轻医生里头进入重症科的他们的意愿。所以韩国所发生的事情，台湾一定要好好的参考。或许我们的政府看到韩国的例子就不敢扩大医学院的招生，顶多是扩大后医学系的招生，但是整个韩国现在欠缺医生的状况在台湾未必不会出现。这是一场累积许久，一个由美变成悲剧的故事。医美大国加上新冠病毒，使韩国医护人员短缺。韩国总统尹锡悦决定扩大医学院招生，不料引发医界反弹。自2月20日以来，韩国住院及实习医生的罢工已4个月，不止尚未落幕。6月17日起，包含首屈一指的首尔大学四大附属医院的529名教授医生也加入，占了总人数的一半以上。Essential care, including emergency rooms, intensive care units, and delivery rooms, will continue to operate. But with professors from all 20 clinical departments at the hospital joining the walkout,
outpatient treatments and surgeries have inevitably been affected. 这个事件离我们并不遥远。看在台湾台大医院院长吴明贤眼里，他是台湾的镜子。台湾自1995年实施全民健保，重症科给付过少。台湾各大学医学院数十年来，出色的学生也越来越多投入整形外科或皮肤科，他们的收入是一个开刀心脏或活体换肝医生的5到10倍。而在韩国，整形已是18岁以上男孩女孩的成年礼。所谓整形一条街，如南北杂货店满满盘踞首尔及各大城市的中心。이런이혼추구중심의한국의료환경에서의사들의행동도결국에는이혼중심의비필수적인곳그리고건강보험이커버하지않는비급여진료이런데몰리고있습니다根据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的调查，以2020年的情况，实习和住院医生的年薪分别是6882万和7280万韩元，相当于台币的160万和170万。医疗专科之间也有明显的社经地位阶级。而韩国政府不针对核心的问题处理，却以扩招为改革方案，只会使得医疗资源不足，医疗品质下降，而留守在这些医疗领域的薪资所得也一直停留在低水平。 The junior doctors are complaining about their long working hours and low pay. What they really concerned about isincreasing numbers of medical doctors would be the last income for them when they finish their residency and they got a job in hospitals or open a clinic. 这场医改之争改错了方向，四个月来没有结束，且更加扩大。但韩国政府不愿收回医改方案，国务总理韩德洙因应扩大的罢工，只是针对重症疾病患者才轮流值班制。首都圈、中清道、全罗道、庆尚道四个地区的医疗机构制定排班计划，确保各地区每天有一家机构负责夜间和公休日的急诊。I don't believe all doctors have agreed to participate in a collective strike. I trust that the silent majority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care for patients. 他的说法再次激怒更多的医疗人士。6月18日，有40000名的医生顶着酷暑，在首尔如意岛向政府表达不满。전국의개원의와봉직이의대교수는물론의대증원의반발에병원을떠난전공의들도참석했습니다의사협회는의대증원전면재검토와전공의에대한행정처분취소를거듭촉구하며정부가이를받아들이지않을경우오는27일부터무기한휴진에돌입한다고밝혔습니다정부는자신의미래를포기하고사직한전공의들을범죄자취급하는것으로도모자라이제는도망간노예취급을하며강제노동을시키겠다고하고있습니다主管机关祭出公权力警告大韩医协，不排除执行变更负责人或解散法人命令，同时也对参与停诊的医生下达开工命令，严惩违反医疗法等相关人员。另外，政府也委托公平交易委员会针对教唆参与非法停诊的举动进行调查。의사협회는이번공정위조사를두고의료계의자율적이고정당한의사표현을공권력으로탄압하는것은매우부당한조치라며반발했습니다自2月20日韩国住院和实习医生发动全国辞职抗议以来，韩国医疗体系一直处在崩溃边缘。尽管韩国政府软硬兼施，以加薪、调整工时待遇，甚至检警搜索、威胁吊销行医执照等手段，试图劝退，但仍有10000名以上、超过91.6%的住院医师拒绝返回工作岗位。정부가전향적인태도를보이지않는다면전공의선생님들같은경우엔1년이상갈수있다고보고있습니다정부는국민의생명과건강을지킬책무가있는만큼환자를저버린불법행위에대해서는엄정대처할수밖에없습니다국민이동의하지않고
실현도 불가능한 주장을 고집하면 모두가 피해자가 될 수밖에 없습니다. 韩国总统尹锡悦本打算以此案挽救他低迷的民调。韩国的最新民调也显示，支持政府的超过支持一届，近八成的韩国民众反对医生罢工。但这不是选举比赛，韩国总统赢了吗？医生在挫折之余，可以中而妥协，把自己变成医美、减肥高收入的一环，不需留守曾经全力以赴、不以金钱。 为主要人身目标的医学领域，他们可以用脚出走。台大医院院长吴明贤对韩国医疗抗争事件有感而发，不是没有道理。2024年4月，台大医院招募儿科住院医师，13名缺额，结果只有6人报名。反倒是整形外科、眼科、皮肤科等5官科可以开业又不用值班，成为医学系学生的优先选择。救命和救丑的差别待遇，若不能改善，台湾恐怕未来也要步上韩国医界的后尘。 NVIDIA 辉达在本周的时候一度登上了全球跟全美市值的第一大公司。当时华尔街开始有人讨论，这是不是股价过高？人们说它会不会像当时互联网时代的时候，钱伯斯所领导的 Cisco。在本周呢 ，NVIDIA 最终跌幅了4.03%，在周四周五的时候，股价跌了 4.03%， 蒸发了2000亿美元左右。 华尔街有的人看多辉达的分析师认为，这个 NVIDIA 还有 50% 的上涨空间，也就是值一升买进也有。但是 Bloomberg 认为，对股市宠儿 NVIDIA 的获利成长前景 ，Seligman Investment 最近几周一直在减持 NVIDIA， 就是他在抛售 NVIDIA， 这是 Bloomberg 的报道。 另外呢 ，NVIDIA 的市值呢，明年预期收入的20倍，从历史上来看。 Barron 杂志认为，对未来股票的回报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水平，所以各自有不同的报道。但是我刚刚特别提到的 Cisco 在很多人忘记了，在网络泡沫化时间之前，它也是像 NVIDIA 如此这么高的一个涨幅。那当时呢，钱伯斯所领导的 Cisco 呢，最后是泡沫化掉了。而钱伯斯认为 NVIDIA 的形势和当时他们的处境是并不一样，因为它是有实质收入的，跟 Internet 的情况只是一个看好未来的比较空的幻想的状况，并不相同，所以就各自有买进，也有认为它过高，认为它应该被卖出的不同消息。谢谢你收看今天文茜的世界财经周报，我们下礼拜五晚上10点钟文茜的世界周报。 进行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会的特别报道，我们下礼拜五晚上10点钟见，拜拜。